牛仔会给你满满的安全感。这边我们来实战一把牛仔改动之后的一个实战。现在的话是有秒钩了，有秒钩，然后点按的话变成短按了，并且什么后摇前摇这些的话也是缩短了。我们看一下调整之后一个强度，点按的话你们可以秒腿，秒腿的话是以前那种秒钩，不过现在监管者有一个天赋，就是千气球加速，对于触钩的时机得把握好。这个是带狗子的，救朋友于危境。不能隔窗钩，你就当他是个正常的人，翘这激流屠夫，我有飞轮，看我搏一手，富贵险中求。我操，他没放下来。哦，他又放狗子了，别怕，有我。莫怕。他应该会先处理我。尸体。他闪现交过了。小女孩头顶冒星星，这真是一个悲伤的故事。绕不了站台了，得往这边走了。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哦吼！放下。再见了您嘞。嘿嘿，哈哈。